有一只鸡，它叫 Betty 白。Betty 在她的家外面，她在外面，因为她要去朋友的家，所以。他在路上，他走路去朋友的家，他开车去朋友的家吗？不是，他是鸡，他没有车，他。走路去，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车。Betty 看了看车，在车里有没有他的鸡蛋？在车上。有一个人，他不是很高兴的人，也不是不高兴的人。在路上，他看过很多的鸡走路，所以今天。看到一只鸡走路都没关系，在路上他看过很多的鸡，他喜欢鸡，所以他跟 Betty 说："要不要坐车？"艾迪觉得坐车很好，走路没有坐车好。可是，开车的人是好人吗？他的车里面是不是？有 Betty 的鸡蛋。Betty 看了看车，他看了看路，他不太想走路了。可是，又没有鸡蛋在车里。Betty 跟开车的人说："你的车里面有没有鸡蛋？"人说："没有鸡蛋，我的车里面有葡萄酒，没有鸡蛋。"你要坐车吗？还是要走路？都好。Betty 跟他说："好了，我坐车了，谢谢你。"所以 Betty 上了车，他坐在车里面。